你别一下窜出来咬着我，吓一跳。然后估计在这个地方能有人管的吗？去看一眼啊。哎，这地方还不太好走，我有点头疼。这海拔不到3000，是我累了还是高反了？内有恶犬，请勿靠近。你多长时间没吃饭了？嗯，给你整点吃的吧，再来点水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感觉你叫都没劲儿了。行，我看看你那个，要是有东西我就不管你啊，要是没东西我就给你来看看。啥也没有，饿多长时间了？看，服了吧？不喊了吧？我回去给你拿点东西吃啊。我也没有什么吃的，给他整了2根火腿肠，然后呢这种小面包，还有这是敦煌朋友送给我的干粮。哎呀妈，我给你拿2个吧，剩下的留给自己。给他倒了一杯水，走。吃不吃啊？我觉得火腿肠肯定没问题，那干粮不知道你吃不吃的习惯。你这两省交界的，是甘肃口味还是青海口味啊？你啥样？等我呢，要不早叫唤了。你舔舌头看，眼睛直勾的。哎，那边，是不是饿了？来，过来吧。你别一下窜出来咬着我，吓一跳。好。别舔舌头了，我现在给你啊，我不能拍摄了。吃吧吃吧，别害怕啊，我给你倒水，你抓紧喝，要不免早就冻了。喝吧，晚上就冻了。哟，咋的啊？水坏了啊？吃吧，我走了啊，不打扰你了。先吃个啥呀？面包，哎呀不挑食，没直接吃肠。好了啊，拜拜。